哥，他们烤红柳羊肉串啊，四点多啊。把买回的羊肉先洗一下。这是一块羊尾油，把它切成大块。切点洋葱搁香菜。打入一个鸡蛋，来点生抽、孜然粒、胡椒粉，少许盐，把它抓匀。抓匀以后腌制半个小时。把红柳签子清洗一下，木炭已经烧好了，咱有段时间没吃烤串了。烤串呗，肉串撒点盐，撒点孜然。咱们先炒，叫你大伯炒第六锅。自己拿啊，自己拿自己的啊。好，香啊。香。肉好吃了。好吃，非常好吃。这一个有三四羊肉是吧？差不多。我看这块不小。有金串、四串。这我这得卖10块钱一串吧？十五。对吧？十五。好长时间不馋，这馋还挺香的哈。咱这又吃羊吃的可不少，光烤整羊烤还俩了。吴大伯刚才有事儿没有来了，现在把剩下这十来串给咱烤了。直接烤也行啊，行了，挺好吃，块头也行啊。不知买切头肉，里边配下点羊尾油。这红柳大串一般量比较大，每个人的基本上吃个两三串就够了。